这里哦，他告诉我 A 点有 B 点 C 点，对吧？哈 ，O 为什么点？原点。他说其中 OB 等于 L 倍多少 ？OA 加上 N 倍多少 ？OC 求 L 乘 N 等于多少？老师假设因为 O 为原点，所以说其实 O 点坐标就是几？零零。有这个观念之后，来看一下第一件事情。老师想请问一下，向量 OB， 麻烦这时候你观察一下哈、哦。题目说 OB 等于 L 倍 OA 加上 N 倍 OC， 所以说这要把 OB、OA、OC 三个都算出来。好，我们先算一下 OA 好不好？把 A 减哦，因为 O 点是几？零零嘛，所以说 A 点是减掉零零之后还是几？一三。OB 也是一样，好不好 ？OK， 把 B 减 O 吧，八负六减掉零零是还是几？八负六。OC 也是一样，把 C 减 O，C 点是几？负二四，去减掉零零还是几？负二四，这样行不行？有这个观念的时候，麻烦你题目说多少？他说向量 OB 等于 L 倍的 OA 加上 N 倍的 OC， 把它带进来，向量 OB 是几？八负六，等于 L 倍多少 ？OA 向量 OA 是几？一三加上 n 倍多少 OC， 向量 OC 是几？负二四。写到这边时，数学有一句话：先乘除后加减。麻烦你把这两个乘开，行不行？所以说前半部的八负六不动，把这边乘开是几 ？L 三 L 加上把这乘开是几？负二 a 四 a， 这样行不行？把这边化解嘛，哈，先乘除乘开之后，后加减，八负六不动，好不好？把 L 加上几？负二 a，L 减二 a， 再看 Y， 把三 L 再加几 a？ 四 a， 这样行不行？之后老师可以知道一个现象，麻烦你想办法把 L 按 n 算出来，怎么算？可见这个 x 和 x 会一样，所以 L 减二 a。会等于几？八。再看 y， 这负六会等于几？三 l 加几 a？ 四 a。所以三 l 加四 a 会等于几？负六。麻烦你把这两个抓起来，联立求到啥 ？l 和几 a， 这样行不行？啊，老师直接算哈、哦、，l 是几？二 ，n 是几？多少？负三，这样行不行？那题目求到多少？题目要求 l 乘以几 a？ 好不好？把这两相乘 ，L 乘以 N， 2乘负3乘起来就是几？负六。OK。